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9月11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诊断与治疗。张医师，请您开始。好，诊断与治疗，我认为是原始点里面重中之重。里面最为核心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四，诊断与治疗。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就理论而言，原始点医学认为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而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需要充足的能量，此能量称为热能。因此，所有疾病症状不外乎源自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二是身体能量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问题。就临床而言，原始点医学通过按推与热源，亦已实证出，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体伤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可直接导致症状。热能不足则可影响体伤，再由体伤导致症状。亦即有症状必有体伤，身体为了自我修复体伤，必会消耗更多热能，所以体伤严重会使热能不足，体力虚弱。反之，热能不足也会使体伤恶化，症状加重，陷入恶性循环。由此可知，体伤与热能不足彼此相互影响，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故治疗疾病必须按推与热源并用，才能同时解除体伤及改善热能不足。这一段很明显就是就生命的角度来探讨为什么体伤及热能不足是疾病之因。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原始点因为是做出来的，所以从按推与热源也可以证实体伤及热能不足才是疾病之因。因为按推它就可以解除体伤嘛，来达到快速解症的目的。这很明显，原始点从很多大量的案例都可以证实。那热能不足也是一项重点，如果光按推，有一些重病患者没有热源的补充它是无法改善的。所以从实际的操作也可以证实疾病之因是什么。这一开始就把这疾病之因从理论上跟临床上的实作都可以讲得清楚。有了这样的结论之后，那原始点就进一步再来分析体伤跟热能不足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是互为影响。那这个我就不再重复。那所以在治疗疾病，它必须要同时去解决这两处，因为他们体伤会影响热能不足，同样热能不足也会影响体伤，那他们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所以你要解决疾病，你必须同时去解决体伤还有热能不足。这也导致我们后来的诊疗方法你看辨疾病之轻重，就是在决定到底是按推为主还是以热源为主
道理也是在这样，就是虽然以什么为主，但哦，安推为主就一定是乐园为辅，乐园为主就一定是安推为辅，两者哦是不可以切割的。那这样的形成也跟哦，原始点就已经跟中医就不大一样。中医当然也有一针二灸三用药，但没有办法像原始点这么强调它是一个整体，哦，也就是一针二灸三用药一般都要应用上去，而就不会有现在中医有时候他们是有分内科的、针灸科的，甚至外伤科的。其实这个分法在中医应该是后来受西医影响的。中医一般以前我们考过都是叫前科，也就是一般科啦，任何内科、外科什么你都要会，那原始点真正完全落实到这样，也就是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都可以处理。那处理的方式就是要按推跟乐园同时应用上，这样才可以把疾病之因彻底解决。好，这一段重点在这里。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虽说在诊疗上通过观察症状就可从果推因，以医疗保健之源从因解除症状，但能使原始点医学的因缘果理论及诊疗方法完全落实到临床，达到事理如一，是在按推与热源的实证基础上经不断研发归纳才完成的。此即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及症状应属何种体伤所致，来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使体伤及热能不足得以改善，从而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且在做出大量案例后，方能见往知来，总结出治病所需时间及医学有效范畴。此外，找出原始痛点按推，即可快速解除他处体伤，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达到医疗治已病或治未病的目的。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分辨已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使诊疗得以融合为一，一步到位。好，这一段很明显就是这个诊疗，原始点的诊断与治疗就是在这一段，等于算是总纲吧。他把所有的都先介绍一下，后来再叙述的都是从这里开始延伸出来的，然后再把它讲详细一点。那原始点的诊疗方法这里开始讲的就是为什么原始点诊疗方法能够慢慢落实到临床，还有它的因缘果理论这么重要的理论也可以落实在临床，达到事理如一呢？也就是讲的跟做的是一致的。那这里我们就实际上来说，就是它其实还是做出来的，也就是它是从按推与热源的实证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研发还有归纳，然后从很多患者的案例中慢慢进一步证实，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然后怎么把诊疗方法简化形成诊疗合一，然后也可以用因缘果的理论来推断这样的理论基础是对还是错。所以简单的讲，原始点它一开始就是设定从按推慢慢发展到热源的完成，然后再来慢慢建立它的体系，也就是
理论体系，包括那个因缘果的理论，还有他在实际上的操作，也就是诊疗方法体系，也都是从暗推与热源慢慢形成的。那实际上在应用上，我们看下一页这里就有介绍了哈。实际在应用上就是观察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如果有，那它就是重病；如果没有，就是属轻中症。另外还要观察什么？观察这个症状到底是由哪一个体相所致。那这个在疾病与衰老都有讲，比如说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相所致，所以你看到哪里疼痛酸麻痒，你一下子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可能就是他处体相。那如果像症的体力虚弱，多属患处体相所致，比如面无光泽，异常疲惫，行动无力，这样一看我们马上就清楚这个是属重病，马上就要温敷所以它是可以从观察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来推断疾病的轻重，另外还有观察疾病的体相位置来观察疾病症到底是属于何种体相所致。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从而来改善体相及热能不足，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这一个重点还是从一开始的按推与热源慢慢才研发出来的。好，那你看归变体相位置也是按推才做出来，观察体力虚弱病症那这个也是从症跟状的分开那慢慢理解所以一开始都是做出来慢慢才归纳。好，那有了这样之后，我们来看下一段最后原始点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在这一句话，它不只突破了医学说疾病我们任何疾病有没有办法知道它多久会好一般医学是不讲的，中医也不可能讲到这一点。那原始点因为在累积大量案例之后就可以总结出这个治病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医学有效范畴，原始点医学的特色 也就是它跟其他医学的不一样有效范畴就是到底原始点有什么病能治什么病不能治，这个才叫有效范畴。有效范畴你要说它的有效到底范围有多大，那这样你一定要知道原始点什么病不能做出来，你才有办法去推敲它的有效范畴。这个早期我在演讲的时候，这一段本来早期也是有写范畴，最后改成治病是否有效，完全就把那个味道都变成没有了。所以我最后想出书之前就感觉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个也是我之前有提过的一次经历就是早期我还在当中医师的时候那时候还蛮菜的刚也是考过没有几年那我们医师都要培训，也就是你一年要培训有24次时数，就是一年你一定要参加很多医师工会举办的演讲。那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演讲，刚好就是西医还有中医正在谈说如何中西医来诊病把各个每个医学的优点来展现，
如果自己本身有缺点的，那当然我们就鼓励患者去西医，比如说中医的角度。那同样西医有些治不好的病，就可以鼓励患者到中医来。那一场会，主办方很用心，就是请一些西医的，学有专长的，这些医师，还有中医的一些大佬，也就是比较德望学术比较高的，这些中医界的长辈，来互相对谈。那我们在台下也只能听，但是我发现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为什么？因为常常会有争执，比如说一个病人来，那这个病人到底要用西医还是用中医，其实没有一个标准啊。那中医有时候也会埋怨啊，那你们有一些像很轻的症状，比如疼痛的，我们用针灸啊就可以解决了啊，他根本不需要开刀。那西医也会反驳啊，他说有些你们一直吃药也没什么效啊，那有时候来我们这里，有时候手术了就好了啊，类似这样各说各话。那大家因为也坦诚在沟通嘛，所以那大家就提出来，那中医说你对中医当然你们的角度也有所批判，那你们能不能说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你们用手术会比我们好。那反过来说西医也会说，也是很客气的问中医，那什么病你认为我们不用手术，你们就可以用，你们的方式来治疗啊，什么病名，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努力来探讨。但最后我发现，还是各说各话，各有坚持啊。比如说中医的针灸为什么能够把，这些，西医认为已经是椎间盘突出啦，所造成的坐骨神经痛或是骨刺压迫到的，为什么能靠针灸就好啊？针灸不可能使骨刺或椎间盘归位啊，这一点西医也不清楚，类似这样。那中医又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我发现那一场，我听完感觉没有收获，只是各说各话。那既然各说各话，如何诊病呢？那最后我看到的结果也真的，后来，在台湾也有很多中医师开始，在西医院里面服务，但反而变成怎么样？中医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比如在一个大医院，如果有一些急救啊，几乎都是西医，比如脑中风啊进来啊，那一定是先送到西医检查，然后用西医要不要手术由西医来判断。那一些像感冒啊、胃肠病啊、慢性病那有一些就配合吃中药。那中医的功能很多就萎缩了。其实中医急救方面其实是很有效的，尤其像脑中风急性的，现在以原始点来看，那这个很肯定就是，中医的长项，只要懂得，把大开关按推开来，以原始点现在来看，还有懂得热源的温敷，那患者比较难治的，一般一个月处理得当也会修复得很快，那这个疗效绝对比西医好很多，类似这样。但是现在诊病之后，我发现中医很多功能就萎缩了，好像变成附属的，那这个都是对自己的到底中医什么病人治，中医自己不知道。那同样的西医什么病不能治，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好像全部都包，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在讲原始点诊断与治疗，我认为这个特别重要。到底原始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定要讲清楚，那这个也是今天要稍微做补充的部分，等后面我们再详细来讲。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还有原始点另外一个特色，它是按推原始痛点，它
它不只具有按推的治疗，还具有、哦、那个分辨体相位置的诊断、哦、这个是、中医跟西医所没有的，它等于一步到位、哦、你按推的过程中既是治疗也是诊断、哦、那另外它在按推既可以治一病还可以治胃病、哦、因为它也可以辨出疑病或胃病的体相位置出来，这也是中医跟西医所没有的部分、哦、这个让整个医学更往前推进。所以从这一段、哦、原始点它是从人体、哦、点点滴滴做出来，开始是从按推找出压痛点、哦、然后再进一步把人体的一条脊椎及七处的总开关找出来，那找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把外内热炎完成，那借由按推与热炎来证实疾病之因，然后进一步再发展到因缘果的理论及诊疗方法可以完全落实，就是诊断应该要怎么诊断，然后来判定应该以按推为主还是以热炎为主，然后应该是要按推的位置在哪里，是要以按推他处为主、哦、然后热炎为辅，还是要按推患处痛点为主，压痛点为主、哦、按推患处痛点为主、啊、然后温敷患处为辅、哦、那 这个就慢慢延伸出来了，所以他的诊疗方法就更完善，那完善之后再进一步变什么疾病大概多久会好、哦、那一般这个医学也不敢这样很明确的点出这个时间，那原始点因为有大量案例在支撑着，我们就可以很快归纳出来，这个就已经是算是医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哦、我比如说肿瘤、哦、一般西医大部分看到肿瘤说你一定要配合啊，要不然多久会死啊，他是反而负面的去诊断、哦、如果不照他们的治疗多久 会死，但是如果照他们的治疗多久会好他们也不敢说，那原始点是直接点出来一般、哦、处理肿瘤硬结肿块肿瘤需要多少时间，他是可以这样点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原始点对医学的贡献就是最后一项，就是原始点它可以知道原始点能够治疗的范畴在哪里，那什么是不能治，同样它也可以看出中医什么能治啊，西医什么能治，而他们所不能治的又是什么，原始点也可以这样来推理出来。所以如果那一场以我现在以原始点这样研发了这样一二十年，那一场我认为很多答案都在我的心底，现在都在这里都有了，在我们的诊疗、哦、这个诊断与治疗这一篇都已经可以讲清楚，也就是那一场如果历史还能够重演，那我能够站在台上能够让我有时间来发表，那西医的短板在哪里，他们有一些病是治不好的，那中医有哪些病可以治好的、啊、那这个都可以很清楚，所以我刚刚讲的为什么、啊、要、啊、总结出治病所需时间及医学有效范畴，这个医学有效范畴非常重要，如果你医学自己、啊、比如说中医都不知道我什么病能治什么病不能治，那你怎么能治什么病，我以前我就是遇到一个医师也是这样，我就问他、哦、我问他，他因为那时候去在大陆吧、哦、遇到一个、哦、算是蛮有名气、哦、他带我去参观他医院、哦、那一些患者他们的治疗方式，然后他告诉我、哦、他们这种病也能治，这个病也能治，我说这个对我而言没有什么特别惊喜，可能他也不了解我原始点、哦、是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直觉我就这样讲，他也很诧异，照理
他做出这么多，应该我会很惊讶才对。但听我的语气好像很平淡，我反而是反问他一句话：“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什么病不能治？”哎，这一句话他反而接不上来了，那就很明显，他感觉好像我什么病都能治。一问他什么病不能治的时候，他又答不出来。所以我就进一步再问，我说：“如果你不知道你什么病不能治，那你跟我讲你什么病能治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来看哦，西医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什么病不能治，什么病能治，但他就什么病都要治。不管什么病包括现在的一些什么病包括急性病也好甚至一些流感的病也好还有一些比如很简单的他们疼痛，他们还有疼痛科，其实在我们看那个找开关就可以按就可以解决了，哎，他们也有一个专科，可能是疼痛科。类似这样，那就是他们想要什么都治，但又分得很细。事实上，他们又没有大开关的概念，就更难了。所以我也知道很多西医的医生在这一方面，他们就会去想学中医的一些针灸，但是他们又说他们能治，这就很奇怪，因为也不是每个医师都知道这些大小开关的问题。那很多疼痛，就像我们。疾病与衰老就有讲过，很多根本就是正的不适感，多数踏触体香，按一按就可以解决了。哎，他们反而要手术，所以那一场的演讲，我说历史是不能重演，要不然我都可以肯定，甚至可以做出来给他们看，哦，类似这样。那因为我不知道什么病能治，什么病不能治，所以每个医学都通包来了，我就是全治。全部治疗，那现在因为西医为主导，哦，那个整个形势就更是这样，不管他们能不能治那就是几乎他们说了算，包括急救明明知道我们从原始点就可以看出来心脏骤停，你一定大开关是上背部嘛，这个才是大开关，他们怎么会压在？疼痛处呢，也就是心脏的部位呢，等于按在患处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跟原始点的大开关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脑中风的大开关是在耳后啊或枕骨下缘，但他们是甚至直接就手术从患处下手了，那就代表他们既没有这样很简单就可以很多。很多简单的病就可以解决了，但把简单的病变搞得就比较复杂了。就是因为他不了解，然后又要主导，这个就有这样的缺失。那所以这一个变得很重要。那原始点最后这一项就是把诊疗合一，这一个也是对医学一个很大的突破。好，这一段。等于几乎把原始点的整个研发稍做了稍微做了介绍然后又把原始点怎么来辨疾病轻重及体香位置，然后来达到改善疾病之因最后解决疾病这个整个过程中都做了一些介绍，然后它的特殊比如有几处，第一个它可以知道。预测多久时间这个疾病会好，还可以知道医学的极限到底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然后最后还可以让诊疗完全合一这个都是原始点的诊断与治疗跟其他医学很大的不一样。好，那这一段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由于热能严重不足，会减弱体力，危及生命，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原始点医学的诊疗方法，首先需分辨疾病之轻重。此即通过观察有无热能严重不足的体力虚弱病症，若有即为重病，若无即为轻重症，之后才能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其方法需按症状区别对待。状的体表组织受损，必属患处体伤所致，目视即可分辨。症的体伤位置，则他处、患处皆有可能。故通过观察症状，虽可推断疾病之体伤位置，但这仅供参考，并不绝对，仍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才能确认。此即通过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若有改善，则此疾病之体伤位置是在他处。此他处是指原始点的一条脊椎及膝处，而在他处体表找出的压痛点称为原始痛点。若无法立即改善，则此疾病之体伤位置是在患处，而在患处周围找出的压痛点称为患处痛点。虽然在理论上压痛点代表体伤位置，比如压痛点在原始点位置，此处的体伤称为他处体伤，在患处周围，此处的体伤称为患处体伤。但在临床上，仍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视疾病改善与否，才能确认体伤位置。且需注意，压痛点与疼痛处不同。前者经压才痛，是代表体伤位置，也是治病开关，故可按推。后者不压即痛，是代表疾病位置，非治病开关，故不可按推。至于辨胃病之体伤位置，可按推原始点的一条脊椎及膝处，以找出代表体伤位置的压痛点。由此可见，不论已病或未病，都是先有按推的治疗，之后才有辨体伤位置的诊断，因此其过程既是治疗也是诊断。好，这一段就是承接着上面的诊断跟治疗的方法，进一步再把它说清楚。那这一段一开头就讲啊，热能严重不足，也就是疾病之因是热能不足嘛。这里特别强调严重不足，那严重不足会怎么样？会减弱体力，甚至危及生命。啊，我们也知道热能有则生，无则亡嘛。啊，有热能则生，无热能则亡。那所以热能这么严重，那这个又是诊断疾病之因，就是从果来推，那这个一定要先点出来。原始点它治病是先保命，然后再来解决症状，那处理上当然就最看重的就是热能了。那热能你如何判断出它到底热能是不是严重不足？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原始点它的诊疗方法一定是先分辨疾病之轻重，前面有介绍过嘛？这个应该怎么来分疾病轻重？就是要通过观察有无热能严重不足的体力虚弱病症，也就观察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啦。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热能严重不足。好，那如果有即为重病，若无即为轻重症。你第一个原始点的诊疗，两个不能颠倒，也就分辨疾病之轻重与
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两个不能次序颠倒，一定是先把疾病轻重分辨出来。那这样分辨出来，我们就可以提高安全了，啊，提高它的安全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看它是体力虚弱，你的处理上就不能先安推了，安推会消耗热能，那这个就会有风险了。那原始点，因为都是要让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下来操作，所以对这一个非常重视，所以我们才强调一定要先分出来。如果是这个已经热能严重不足，我们一定先温敷再来按推，这样安全性就提高了。那有了这样的判断之后，我们之后才能辨疾病之体伤位置。所以下一段就在谈这个。那怎么来辨体伤位置呢？前面已经有讲了，这个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也就是状，它是体表组织受损，包括皮肤病及皮肤伤口啊出血啊这一类的，都是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状应该不需要分辨，真正要分辨的是症的，症有分三种，它有可能是在他处，有可能是在患处，比如症的体伤。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所致，那症的功能混乱过属他处体伤，过属患处体伤所致。症的体力虚弱病症则多属患处体伤所致，所以真正要辨反的是症。那当然通过观察，我们前面也有说了，观察因为都已经有分类了，就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看下一页，你通过观察你就可以看出它的体伤位置，但老实讲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即便像我们说的症的不适感疼痛酸麻痒，也有按推没有效的，而最后判定是属于患处体伤所致，类似这样。所以最后最标准的还是要经过按推，才能完全确认。好，这一段是在谈这个，我们再继续看下面。好，那我们实际操作就是，既然最标准的就是以通过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那怎么来分辨呢？按推完如果有改善，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疾病的体伤位置是在他处。离开患处的我们统称为他处了，那所以这个他处在原始点指的就是一条脊椎及七处。那如果是中医呢，中医的经络穴指的就是离开患处的包括这14条经络的穴位，它都属于。那这个他处在这里我们是因为谈原始点嘛，所以我们就把它特别指出来，这就是原始点的一条脊椎及七处。那在这里找出来的压痛点我们称为原始痛点。因为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就是我们除了原始点知道位置以外，那你真正要解决疾病还要从这个位置里面再找出压痛点，那这个压痛点就变得很关键。有些人只会按推但没有压到压痛点，没有把它找出来按推，所以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压痛点变成原始点的一个很重要的操作，还有一个也算是一个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专有名词。如果在本来一条脊椎及七处我们称为原始点位置，那多了这一个压痛点找出来，在这个位置找出来我们就称为原始痛点。好，那同样的这个压痛点如果是在患处就变成患处痛点，
下一段就是在谈这个。我们看下面，如果按推无效的话，好，按推如果没有立即改善的话，这疾病肢体相位置是在患处。那既然患处，就是代表，他处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力有未逮。这时候我们必须在患处周围再找出压痛点。那很明显，压痛点就这里已经隐约可以代表，它就是一个开关。再找出从总开关里面再找出这个压痛点的大开关，啊，再患处痛点我们称为小开关了。这个时候的压痛点就这个小开关可以补足大开关的不足，然后来解决患处体相所致之症状。所以这个压痛点意义已经很清楚，它有两个，它既代表是开关，治病的开关，还有它位在原始点的位置，我们就称为他处体相，位在患处周围的地方，我们就称为患处体相。那很明显，这个压痛点有这样的意思，因为体相位置就是疾病之因嘛，那它就是疾病之因，然后又是治病的开关，直接从这里下手，所以它本身就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它又可以说是代表体相位置，又可以说是治病的开关。好，我们从后面来看下一页。所以这里就开始把压痛点，这个我认为也是原始点它的诊疗体系一个重要的压痛点代表什么，把它说清楚很重要。那从理论上所以压痛点刚刚我讲它代表体相位置，比如压痛点在原始点位置，此处的体相称为他处体相，在患处周围，此处的体相称为患处体相。但这样是完全不变呢？不是的，因为这个还是从临床上来看，还是要以按推有没有效才作为最后的确认。比如说我们在原始点位置找出压痛点，我们就知道它是他处体相。但他处体相这个疾病如果是，那有些按推就没有效啊，那我们就要找患处痛点了，这时候我们称为这个病是患处体相，所以才要找患处痛点。所以最后到底是称他处体相或患处体相，还要再经过按推这一道手续做最后的确认。所以跟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有一点雷同，就是通过观察虽然也可以分辨出哎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相，但最后是不是真的他处体相，你还是要按按看，按了有效那这样才是确认。如果按的没有效，那我们还是称它为他那个没有效就患处体相。那这里也是一样，虽然理论上压痛点在哪个地方就可以称为到底是他处体相还是患处体相，但最后的确认还是要经过按推原始痛点，那整个理论体系就一致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冲突。为什么压痛点明明是在一条脊椎七处就找到，那为什么最后又是他处体患处体相呢？就是还要最后经过按推做最后的确认。好，那了解了之后，这里再进一步来分辨。好，下一页就是要注意压痛点跟疼痛处。这里压痛点跟疼痛处它的分法这里讲得很清楚。压痛点是怎么样？经压才痛。它平常患者是没有感觉痛的，是因为你找到这个开关了，一压它突然间一声痛起来了。这个就是压痛点了，那这个压痛点就代表体相位置，也是治病的开关，所以它可以按推。
那后者疼痛处，疼痛处是你不压它就痛，它平常就在痛了，哦，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哦，那它代表的是怎么样？你不压它就一直在痛，那个就是疾病的位置所在了，那它也不是治病的开关，所以不可按推。其实大家在看这一段可能没有感觉，但如果看懂了，那我们再来看西医就很快也可以看出他的问题了。比如他膝盖痛，膝盖痛多属他处体伤啊，啊，那他疼痛的处是在膝盖，那膝盖就不是开关咯，啊，他是代表疾病的体伤位置，不是开关啊，所以不能按推啊，那不能按推当然更不能手术啊。所以用这样来理解，西医都是从患处下手，那你就知道这肯定就有问题了。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出来。那同样的，当你心脏有问题，它从患处下手，哦，去不管按压，你一看也知道这个也是有问题的。那是从患处，患处是不是开关，是不能按推的，哦。所以如果了解我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实它最主要的用意就是点出，哦，有一些是从患处下手是不可以的，他真正处理一定要去找他处的大开关，哦，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医他的经络理论要，有存在的必要，就是你患处不能解决疾病啊，所以要在这14条里面去找穴位啊，找开关啊，才可以找得到。那呀，阿是穴也是这样的意思，也是要找开关啊。这中医跟西医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西医直接就从患处下手了，症状在哪里就处理哪里。还有一点，他们又以仪器检查的，照出来的。那照出来，我们前面疾病与衰老都已经讲过，体伤及热能不足不可能照出来。照出来不外就是老跟病嘛，啊，病的就是组织受损嘛，老的就是异常形态嘛，照得出来，那当然啊，检测的数据异常指数这个就不提了，这根本不会造成体伤的，所以检查出来的仪器检查出来不外也是老跟病啊，老病都是属火，也非疾病之因，所以我还是把它当作患处，即便你检查出来下手，那个还是患处啊。那患处是不能治疗的，哦，一样，也就广义来讲，这些检查出来的，还有症状的，哦，发生的部位，哦，疼痛处啊，这些，哦，都是属患处。那患处能不能按推？不可以的。那如果你要按推，也要找患处周围的开关，而不是直接就从患处下手，哦。所以这一点，哦，这里就是特别提出这样的看法。其实他的诊疗方法已经简单的讲，已经看出西医的很多问题了，哦，因为我们原始点是一路做出来的。那这一段的分法，一般人读一读好像觉得也没有什么，事实上你在细思啊，很多道理，包括，哦，西医的还有原始点的，哦，两个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从先从大开关，也就是他处下手，一个就直接从患处下手了，啊，患处本身是不能按的，不能治疗的，啊，那即便要从患处下手，也不是直接从患处下手，原始点是从患处的体伤，也就在患处周围找出压痛点来处理的，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好，这里也花了一点时间在让，哦，你们，哦，听的人能够更详细压痛点的代表的意思，所以这里也是算是一个蛮核心的理论观念啊，非常重要。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那下一页就是辨位病体相位置，我们就知道了怎么辨，可按推一条脊椎及七处嘛，原始点，你从这个位置找出来的压痛点，那就是体伤位置了嘛，那这个就是治病的开关了嘛，
所以他自然就可以治胃病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那原始点都是按推，最后才有诊断。所以他是先有治疗，按推的治疗，之后才有变体伤位置的诊断。所以不管已病或未病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个过程既是治疗也是诊断。所以我们说原始点就可以把诊断跟治疗完全融合在一了。这个也是医学界几乎前所未见吧。好，那我们这一段非常重要，也是原始点诊疗体系的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原始点诊疗方法之实践，通过观察，若无疾病，表示体力正常，热能上足，处理上应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可从一条脊椎及七处找出压痛点按推，配合外热源温之，以快速解除他处体伤，使疾病消弭于无形，从而达到治胃病的目的。若疾病属轻重症，处理上应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此即通过按推症状相对应之原始痛点为主，热源温敷原始点为辅。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应以按推患处痛点为主，热源温敷患处为辅。如此才能达到解除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目的。若疾病属重病，处理上应以热源为主，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此即先通过外内热源，主要是以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用于体伤位置，再按推原始痛点及温敷原始点。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应按推患处痛点及温敷患处。期间还要配合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综上所述，可见分辨疾病之轻重是决定按推与热源何者为主，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是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位置。其中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需经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无立即之效，才能按推患处痛点。比如膝盖肿痛，按推臀部原始痛点，若无法立即改善，才能在其涵盖范围的膝盖周围找出压痛点按推。但解除症状的疗效，按推患处痛点之给予膝盖，不像按推臀部原始痛点，既可给予膝盖，又可给予腹股沟、大腿、小腿及脚踝等部位。可见原始痛点是大开关，而患处痛点是小开关。此小开关必须在按推大开关无立即之效后才能使用，但因它可就近解除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以弥补按推原始痛点之力有未待，所以是医疗治病不可或缺的方法。好，这一段就是承接着上面进一步再来谈，前面比较着重在理论上的说明，那这一段就是实际上
在临床上的操作。好，那原始点诊疗方法用到临床上，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它是通过观察，不是通过仪器检查哦，不需要，只有通过观察。那通过观察，既然他既非症也非状，也就是他什么病也没有，那就代表他是正常人嘛。那正常人当然就没有所谓的体力虚弱病症了，如果有那就是重病了，他也不可能说是无病之人嘛，所以表示这个他体力也是不错的。那体力不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一定是以按推为主，热言为辅。那如果有体力虚弱的病症，就是重病的话，那应该是以热言为主，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所以简单的讲，他通过观察看，如果没有病，那就是以按推为主，热言为辅。还有轻重症也是这样，按推为主，热言为辅。到了重病才是以热言为主，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啊，这样这一段在谈的就是这样的处理过程啊。所以里面的我就不再详述，这里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好，那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在变疾病的轻重，如果是比如说轻重症，它以按推为主，热言为辅。那按推你要不要变体相位置？当然就要啊。好，那如果是重病，你以热言为主，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这个按推要不要再变体相位置？它在按治疗的过程要不要？也是要啊。所以简单的讲，变体相位置是在变疾病轻重里面才延伸出来的，实际在操作的时候才延伸出来，所以它两个是合在一起，但是先后次序都是先变疾病之轻重，这也符合我们前面讲的，这样比较安全。好，那从整个的叙述大家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变疾病之轻重它是决定按推以热源的就是轻重嘛，那你应该是以按推为主或热源 为主所以它是决定按推与热源何者为主。那同样的变体相位置是决定什么呢？是决定按推与热源应该治疗哪个位置。比如按推有效，那当然就是他处，他处就是按推他处体相，还有就是原始痛点，还有温敷原始点。那如果按推无立即之效，那就是按推患处痛点，在温敷患处。所以它是决定变体相位置，是决定治疗的位置。这两者也不一样，也就是着重点不一样。好，那进一步这一段再延伸一出来就是，好，那你要变体相位置要注意的是什么？一定要先按推原始痛点，无立即之效才能按推患处痛点，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是一开始就你看是状的组织受损，我马上按推那个患处周围的压痛点，不能这样做，一定还是要从大开关做。那按推了确定了，那其实在治疗大开关按推有没有效，事实上都有效了，只是说它有效但没有办法立即改善，如此而已啊。不是，这里一直在强调它无立即改善，就是不是说没有效，而是没有办法立即有效，事实上还是有作用，所以你还是要先把大开关解决，然后还要温敷大开关，那确定没有效了，我们再来进一步加强患处的压痛点，还有患处的热源，按推跟热源，那这样就能解决患处的问题。所以这样来看，按推没有立即改善，你才能按推患处痛点，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好，那我们进一步来看，这里就举例了，比如说膝盖痛，我们按推臀部原始痛点，
那按推没有改善，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大开关涵盖范围的膝盖周围找出压痛点来。你看还是，你看它找出来还是在大开关涵盖的范围，表示大开关是有效，但没有立即改善，所以我们再从患处周围再找开关来补足大开关的不足，它是有这一层意思。这时候按推大开关没有就是按推臀部原始点无法立即改善，你才能在其涵盖范围的膝盖周围找出压痛点按推。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这里进一步再延伸一个概念出来，就是大开关跟小开关。这里就他们两个的解除症状疗效来比较。就他们的疗效，你看按推患处痛点，它的疗效只及于膝盖，而且患处周围的压痛点也不可能只有一点，有时候也是跟原始点位置里面的压痛点也可能都有很多点一样的道理。那这么多的压痛点找出来，它只是为了解决什么呀？膝盖，其他没有了。它不像原始痛点，它既可以解决腹股沟、大腿、小腿、脚踝等部位，你只要按推大开关，它这些部位都可以改善。我也遇过来的人，他膝盖痛，脚踝也在痛，那我说好吧，趴着，只有按推大开关一按，这两个症状同时立刻改善。所以大开关毕竟就是大开关，这从这两个的疗效来看。确实原始痛点是绝对的大开关。那因为这个大开关为什么会变成大开关呢？它因为是在原始点，原始点我们如果介绍的时候就知道，它既是疾病的起源处，也是治病的总开关，也是它是疾病的最源头的地方。那你在最源头的总开关里面去把这个大开关找出来，所以它威力才会这么大。如果你不是在这疾病的起源处，在总开关找到，再找到压痛点，那这个都不可能涵盖的范围这么广泛，所以这一点也是它之所以能成为大开关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这里就很清楚了。那这样，一个是大开关，一个是小开关。那小开关的意义在哪里？下面就讲了。这个小开关它一定是在按推大开关无立即之效后才能使用。这里又特别提出来，你不能一开始就找小开关来治疗疾病，是不可以的。你还是要从大开关来解决，这样才是完整的治疗方法。事实上，你小开关有问题，大开关你解决了，其他周围的，事实上你都帮他治疗过了，这样对他以后整体的好才是有根基的好。不要患者来为了省时间，大开关反而不按，直接就从小开关。那以后万一这条腿再出现问题，你还是要从大开关，不如他来了直接就把大开关也解决，然后再加强小开关。小开关是加强用，所以这里小开关特别在提醒大家，就是小开关一定是在大开关无立即之效才能使用，它不能单独使用，这个观念就特别凸显出来。那但是它有为什么能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可以就近解除患处体伤所自致症状，以弥补按推原始痛点之力有未逮，所以它是医疗治病不可或缺的方法。也就大开关也有力有未逮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按推无立即之效，属患处体伤所自致病症嘛。那这些病症你还是要从患处加强，那这个按推原患处痛点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它也是在医疗治病不可或缺的方法。
成为这样。好，那这一段也是把就是怎么落实诊疗方法讲清楚。那他们的着重点，也就是辨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的着重点，也跟大家介绍。然后之后再辨疾病之体伤位置，再分出大小开关。那他们的用意在哪里？怎么落实？又进一步把它说清楚。所以这一段也是蛮重要的。好，那紧接着下来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轻重症的分辨跟重病的分辨。一、轻重症的分辨与治疗原则。一、观察症状。若无体力虚弱病症，即为轻重症。此轻重症是指轻症及重症。二、轻症，症状位于四肢，如膝痛、肘痛、踝肿、腕肿、指麻等，因不具危险性，故属轻症。三、重症，症状位于头身，如头晕、咳嗽、心痛、胸闷、腹胀、便秘等，因较具危险性，故属重症。四、不论是轻症、重症乃至重病，皆可根据其症状发作之位置是局部或多处，次数是少或多，时间是短或长等轻重程度，以研判病情好转与恶化。此即症状若减轻，则属好转；反之，症状若更加严重，则属恶化。那这里是分辨疾病之轻重，从这两段来看，首先你一定要先排除它不是重病，那很简单，就是第一条嘛，你先观察症状，看它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如果没有才是轻重症，才是我们这一个题目要谈的。好，那轻重症接下来第二条再分轻症跟重症，大家有没有注意？来，我们看下一页。轻症它位于四肢，重症位于头身，所以轻症跟重症重点在位置，你从位置已经决定它的轻重症了。如果四肢的，它不会有危险性，所以你怎么治疗对或错，一般都不会有什么比较不会发生什么大的事故出来。但如果它是在头身就不一样，你看我们的心脏骤停，它本来就有体伤，即便它平常体力很好，但有时候一觉就不起了，为什么？看起来没有病，但是发作起来又要命，很简单，因为它是属重症，因为它的位置就是在头身，尤其在身体上背部这里更加要命，所以轻重症大家要有一个概念。轻重症如果要分，首先要分出它的位置来，这样那至于它的发作范围啦、次数的多寡啦、时间的长短啦，再来决定他们的严重程度，所以是先分出部位，再分出他们的严重程度，这样会比较好。好，那这一段谈的就是这样。那如果有出现症状越来越严重，或出现体力虚弱病症，那就代表轻重症更进一步恶化了。好，我们进一步再来看下一段要提的。轻重症表示热能不足还未严重，应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如此处理，症状却不见改善，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手法，其次才是热源。此即手法需通过原始点位置的深浅乃至上下左右，
以找出压痛点按推，而按推要先按后推，且按要由轻而重，由浅入深，推要前后均匀来回，力道不能太生硬，并须配合身体姿势。外内热源则需直接用于体伤位置，但因轻重症的体力上加，所以外内热源的使用只需改善局部的热能不足即可，比如疮口、眼肿、鼻塞、便秘等。可用姜洗疮口、洗眼、喷鼻、灌肠，而不必喝可以改善全身体质的浓姜汤，如此就能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由此可见，医者面对轻重症乃至重病，皆需精通理论及勤练手法，才能通过观察症状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从而达到解除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目的。好，这一段我认为文字蛮浅显的，大家也看得懂，我就不需要特别解释。但是最后这一句话，就是医者面对轻重症乃至重病，皆需精通理论及勤练手法。你轻重症手法很重要啊，同样在治疗重病的时候，手法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啊，它要求的更高啊。很多人以为，手法对轻重症啊，那重病就是比较强调热源。事实上，这个手法，它是贯穿轻重症跟重病的。你重病还是要按推才能解症啊。但重病的按推就更需要有耐心，因为它热能已经不足了，有时候你按推太大力，它就更消耗热能，所以大家别以为手法只是在处理轻重症，没有，手法对重病患者更加重要。那很可惜的就是我看了很多就是各地的推广点，现在大家已经观念大幅提升了，尤其最近我看各地在回答四处的提问啊，也就是听众很多提出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他们都能回答得很好。但我担心的反而是在手法，因为手法真正手法如果能做到位，很多病都是可以立即解症的。但你做不到位，你按推本来是他处体伤，你按不到位，本来压痛点是在深层，结果你只是表层，然后又硬邦邦的按得让人家很痛，你因为硬邦邦按得很痛，操作者又误以为这个就是压痛点，不是的，压痛点不是，它是很轻柔的，然后靠身体的姿势，然后慢慢由浅入深的，那慢慢患者那个痛，他虽然痛，但是他是可以忍受的，不是像你还没有压到压痛点，患者就很痛，事实上你没有压到压痛点，你只是压痛在表层，然后大力把人家皮揉得很痛而已，很多是这样的错误，那这样是不能解症的，不能解症，你又会误判为患处体伤。然后业治，怎么热源用也没有效，按推也没有效，这个是不是无法从因治愈的难治之病，就开始又会想这个是不是应该给西医，开始又有一些问题了。所以这个基本功如果没有做好，会有这种问题哦。所以看到这一段，我还是会提醒各地的志工，将来手法上我们还是想看看如何让大家能够大幅提升。我也听说
有一些公益点，啊，患者真的做不出来，啊，他们也按推都没有什么效，结果推荐到另外一个公益点，哎，按推完立刻就有效，而患者自己也自述说，哎呀，两地怎么以前听张医师讲说按推可以解症，但一直没有这种感受，哎，到了这里我终于才体会到，真的按推是可以解症的，而且是立即性，那你看都是公益点，但整个的差距就从此拉开了，所以不要轻忽了这个手法。好，这一段我就特别把自己这一段日子来看到听到的一些感受也跟大家分享。类风湿性关节炎案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令人害怕的病，因为医学界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所以有人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死的癌症。服药控制16年的漫漫长路，以为可以缓解关节的疼痛和恶化，但是关节严重变形，身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手脚关节肿痛，两膝肿胀，举步维艰坐轮椅，两手变形，关节肿胀疼痛僵硬，手指严重弯曲变形，生活质量严重受到影响。只要遇到季节交替，天气冷热变化大，四肢关节痛到受不了，症状加剧，痛到无法走路。这些年的折磨，从痛不欲生到今日的重生，这期间的痛苦反复，各中心酸痛处的滋味，外人难以体会。我是2015年7月幸运地认识了原始点，我知道自己的病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类型，我从尝试、深信、照着做、停药，到将近四年后的今天，已经20年了。接触原始点的第一个月，当我明白原始点的从因改善，我就停掉所有的药物。先生及家人都担心，叫我慢慢减。但我从体力的改善中体会出原始点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体伤和热能不足。我开始一样一样的认真执行。从一开始奇迹式的好转，令人雀跃不已，到半年后又反复恶化，时好时坏，期间有如喜三温暖。几个小时前可以活动自如，爬楼、走路、运动，几个小时后竟然恶化到连走路都困难。起初难免失去信心，内心恐惧压力，又急求病好。志工开导鼓励，叫我不要担心，才不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继续调理，加强热源，运动，做足功课。我也更明白张医师所说的，要保持内心平静，不要太在意病情，彻底放下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即使反复变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坚信唯有从医下手，才是根本解决之道。我每天坚持运动，爬楼梯，晒太阳，能有今日的体力太不可思议了。感恩张医师原始点，让我们这些重病患者、绝望的人看到希望。也谢谢先生这么多年的陪伴鼓励，渡过难关，每天帮我按推已是他的例行公事。我们现在推广点当志工，帮助需要的人活得更有意义。大家好，我叫陈倩云，我患类风湿20年了。我的类风湿在医生口中里说的是急性，我一直在用西医在治疗，那个急性的厉害就把我的手脚腕、手腕脚腕所有关的关节、膝盖、手肘都变形了，一年的时间就把那个全身的膝盖的关节、手腕啊等等这个关节都变形了。2019年4月份了，一直写到现在，还好没有肿，可以走路，可以运动，
可以去晒太阳，可以爬楼梯，这样我就在慢慢的用原始点在调理。感恩志工们帮忙按推，感谢张医师发明的原始点，谢谢。前后比对，处理前，处理后。牛皮癣案例。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他的情况，我跟他说绝对会好。为什么？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跟他说会好，他也有信心，对不对啊？这最要紧。同时，我也跟他讲过，将来恢复过程中间，你可能会碰到表皮硬崩，可能会碰到表皮溃裂，你也可能会痒，你也可能会肿。也可能会淌水，因为事前我已经给他打过防疫针了，所以他心里很笃定，知道这些现象只是过程，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很紧张。我第一次给他按推完了以后，我给他敷姜泥，腿上敷了，他一个晚上没有感觉，没有灼热感，手上有微微的。他唯一的改变是他从当天晚上回去八九点钟睡觉，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帮他再敷姜，他手上过了十分钟有一点灼热感，但腿上还不明显。到第三次的时候腿还没有出门就已经有灼热，那么这个中间它也产生了皮肤绷得很紧，有灼热，也有溃裂，淌水，淌水的时候它那个 kitchen top 把它包住，包住以后那水淌都湿哒哒的，然后又粘在皮肤上，然后穿着袜子穿着鞋子，那个水都把鞋子里面都淌湿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是修复的过程，所以他不担心。如果一个志工没有这个经验，哎呦，真的我不敢做，对不对啊？我们一没有信心，没有经验，一没有信心，他跟着就倒了，可以这么说，这正常现象。第一个月做完拍了这些相片 ，Grace 跟我说一句话，说我觉得再过一个月我就会好。上个礼拜来，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好像有点有新的疹子，好像那个红肿小块出来，背上呢又开始有点不是那么平了。我说这很好，好现象。你要记得一点哈，尤其是这么重的患者哈，当他身体在恢复的时候是全方位的，所以后面还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今天我又看到他背，又好多了。背部第一天一个月后，这些都是恢复现象。他现在自己感觉哈，有精神，有力气，不犯困，是不是？不犯困。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因素哈，来自于患者自己本身的坚持，跟配合。最奇妙的就是大概第三个礼拜的，我原来有的那个牛皮癣都正常了，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我十多年来什么都试过了，中医西医针灸。一个月的变化比对，一个月前，一个月后。原始点大概三个礼拜就有这种效果，我觉得啊，太奇妙了，不可思议啊！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就是原始点。因为我绝望好久好久，而且陈太太、陈经理和这些志工，真是很有爱心和耐心。他们的这种是让人感动。我要继续努力。好，哇，都平了，你看。对，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所有办法都试过了，只有在这里找到答案，很感动。呀，你们的答案我无法去弄，谢谢。看了这个案例，相不相信原始点的威力？相信，相信。真的哈、啊，真的让绝望者看到希望。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好，那因为时间也够了，本来还要分享。Luna， 你看，是不是留在下一场？好，谢谢张医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老师再见，好，谢谢大家。